Hello，大家好。今天的热点深度啊，继续来关注凤凰卫视的傅小田在傅小田的个人微博上，北京时间2023年3月19日的晚上，傅小田在他拥有百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发出了一段长文。这段文字是这么显示的：“说啊，my many happy returns。”这句祝福语的意思啊，不是说祝你收获很多回报，而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因此，也经常用作一句美好的生日祝福语。人生百年，身边人呐，大多数已接近或者走过半程，早该看淡什么收获回报，懂得只有平安健康、内心安稳、充盈喜悦，才是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幸福。所以说，真正的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不是盼望他升官发财、平步青云，孤独的站在风起的山巅，而是希望他能拥有身体的自由、内心的自在、眼里有光、身边有爱和家人团聚。 看日出日落，云散云开啊！Many happy returns，打打这么多字看起来就是一份生日祝福。另外，在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现任外交部部长秦刚的生日是一九六六年的三月十九日。另外呢，在网上还传出了一张付小田的微博截图，显示的是，呃，疑似是在美东时间的三月十八日晚上，付小田还替出生不久的儿子发出一句啊“爸爸生日快乐”的祝福。不过这个微博。 在傅小田的这个微博主页上是不显示的啊，不知是否已被删或被隐藏，还是这个微博截图啊，并不是真实的。另外，关于傅小田的儿子厄尔金这个名字，有人说啊，这是土耳其民族的一个名字，挺常见。那根据傅小田最近一年半的可见微博，傅小田的行程时间线是这样的：二零二二年的二月二二十二月十四日，傅小田在纽约啊，在美国的洛杉矶。 二零二二年的三月三十呃三月二十日前后，他在华盛顿采访，在两三天内做出节目。二零二二年的六月，他回国隔离啊，之后又飞回了洛杉矶。二零二三年的三月四日，自己的儿子厄尔金出生百天，那就是说厄尔金啊，在二零二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后两天出生。关于付小天的传闻啊，到。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都没有得到证实。一部分的目光则关注到那些客观存在的适合物，比如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小田花园。那为什么英国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为一位中国的女性建了一座花园，并且还是在这位女性只有三十三岁的时候？公开资料显示，傅小田于二零零八年从剑桥硕士毕业。那剑桥在二零一六年开始为她建造这座花园，二零一九年建成，这个速度也是啊太快了。 官方新闻稿里说，这个花园是傅小田捐赠的。问题是，他毕业之后从事的是主持人的工作，那他哪里能赚到这么一大笔啊捐赠的款项？那不啊，具关于这个捐赠的具体数额啊，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熟悉的朋友知道，给剑桥大学捐一个花园要有什么样的资格，要花多少钱？那在小田花园建成开放前一年，啊，二零一八年，剑桥大学为纪念徐志摩而设计建造了。 徐志摩花园建成开放，这也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修建在校园内的中式花园。设计中是融入了中国道教和佛教的理念。花园中央是以黑白石子砌成的阴阳图案，一条刻有《再别康桥》中英文诗文的小径从阴和阳之间穿过。剑桥的国王学院是在2008年在一块大理石上刻上了徐志摩的诗句，现在又在石碑的基础上将这个周围的花丛是扩充成为徐志摩花园。不过要知道。 徐志摩花园的建成要比剑桥大学声明要建小田花园还要晚了两年。那再回到傅小田这个人，除了早几年给剑桥大学捐花园之外，这次傅付小田啊在微博晒图，其中包含搭乘私人飞机，也有网民质疑这样的开销似乎与凤凰卫视新闻主持人的收入啊并不相符。 付小田的最后一篇微博是在二零二三年的四月十日发出，之后就未再更新。我们暂时也只能从以往的报道中尝试拼凑出可能的答案。关于付小田，付小田的身身世啊，二零一五年，付小田在一次采访中就透露，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付小田出生在重庆北碚的一个革命家庭里啊，曾祖、父母都是老红军，爷爷奶奶也都是早年入伍，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定居。 阿贝在采访中被问到，身为女性却长期跟经济啊、新闻啊、政治打交道，不觉得反差挺大吗？傅小田的回答则是啊，我他说他是双子座，天生的好奇心，不愿意等待，这也驱使他要主掌握主动权，追求不被人了解的事业。也只有进入这个行业，才能近距离的看见新闻历史的发生，拿到第一手资料。他也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关注时尚，但那也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一种调味剂，并不能啊陶冶他的情趣，也不是需要他攻克的领域。付小田还说，他的理想就是新闻，他最认可的职业和身份身份啊就是记者。而关于情感生活和恋爱观，付小田说，他欣赏法国人的洒脱，不管是否已婚，在外人眼里，他们一贯的精致且优雅，并独立规划着自己该享受的人生。他曾经问过一位法国同事，对方有着和他一般年龄的女儿，旁人啊在担心。 他女儿的婚事时，他反而惊讶说：“我女儿现在很受欢迎，为什么现在要结婚呢？”傅小田欣赏这样独立且自我的态度。而回呃，傅小田回到香港之后，对于成天把结婚和男人挂在嘴边的女人啊，是不能苟同啊。至少在这份采访中，他的回答是这样的。那关于男女关系，其实在上一篇《华尔街人物》这个傅小田里啊，我们有提到《锵锵三人行》在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这一期的视频。 这期视频里，傅小田、马家辉和窦文涛在这期节目里，傅小田就提到，不熟悉的异性做出欲界的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当时傅小田、马家辉、窦文涛讨论到政治正确，傅小田说：“我觉得我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招人讨厌呢？因为我真正的是拥戴政治正确。”窦文涛则提到，中国人啊讲的对，中国人跟人啊是讲缘分的。 戈文涛认为这个世界有很多正确的原则，可是谁都捆在这个原则地活着，还不如离开你这个世界。就是很多时候我想，我现啊，他就觉得我们在一些，呃，常识中还是在台面上，比如在交际场合或是在某种啊，比如说总统公共平台上，似乎啊是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比如说就觉得你啊，川普这样的人，你有做男人的资格，但恐怕，呃，会很多人会觉得你这样的人不能成为总统。 但是在中国呢，也有类似这样的这个所所谓的潜规则吧？看来要做总统的人，你就得在私下里，你也不应该有一个啊、呃、偏激的言论。也就是说啊，一种潜意识的最大公约数的人民认为，如一个要能当总统的人，你这个道德的指标，使得你在私下的聊天当中，有些话也是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可以说出来。傅小田在谈到这时候这段内容的时候，就提到。 他觉得啊，也不能这么说啊。他说，啊，他提到了美国某州的某个法律。付小田认为，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啊。男的就说，那搞什么搞？我还玩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那啊，就觉得很烦躁，就很抵触。但是女性看到同样的法律，就可以觉得就觉得说啊，啊，为什么呢？这肯定是两类人，有一类是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女朋友任何的一些情况啊，甚至是你的太太，你需要书面的什么需求。 你需要写出来，那那实际生活中也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好，我们干脆把啊、呃、这个接呃交往接触的规则写下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和啊、呃、这些人整天泡在一块儿，对不对？啊、呃，付小田就说有句话说啊，你坐自己的床，你自己睡下去，这是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和这样子，你搞不清楚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你搞不清楚他对上床这个行为的界定是什么的，女孩子在一起甚至要冒险的跟他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也是你的选择。你要有这样的选择，当然会有进一步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如果你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那么好，这个法律就出来了。那我其实啊，我这边的表述可能还是不太的完全或完整，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一期的《铿枪枪三人行》。那一位知情人士对今日华尔街频道就说啊。 啊、呃，这个凤凰卫视大家都知道，外表叫凤凰，其实里面呢是鸡窝。里面男男女女主持人，除了一部分有专业素质和个人理想之外，其余都充斥着寻找政治投机和渴望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跳板的机会。早期呢，凤凰是以北京广播学院作为自己的资源基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学院的负责人，也把凤凰这边作为生活腐败的一个基地，不但在生活上获得很多好处，也和很多主播关系非常的诡秘。凤凰的人自己说。 女主持人如果不上领导的床，就上不了台面，上不了前台。后来一些中国的商人呢，也去找凤凰的主播作为自己的情人、伴侣或是妻子，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过了几道手。当广播学院不能满足啊，不满足只局限于中国大陆的这些女性时，他们就以塑造凤凰是国际性的华文媒体形象为理由，优先聘请了很多来自香港、台湾，还有一些其他海外的女性。其中一些女性啊，也借此机会寻找到了自己生活中。 想要的目标，把自己也打造成名流高端贵妇的样子，跟政商人物权贵进行交往。现在的凤凰影响力啊，已经大不如前。表面虽然它注册在香港，但其实在香港没有多少观众，在台湾呢也没办法落地，在海外的华人市场，如果啊、呃、也是更加有限。凤凰其实就是啊假出口真内销的一个电视频道。 在中国大陆反而名气比较大，但现在在互联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崛起呢，凤凰已经大不如前，变成了落汤鸡一般。早几年前，凤凰北美台就爆发了集体性丑闻，最后啊居然达成了和解，其实是某种幕后交易掩盖了丑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网址是六度 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